喂，师傅，蒸好货，咱就能出发了。天都快黑了，这货怎么还没装完？这单我根本不想接的，实不相瞒，准备回家吃饭，去通知说加个班。抬我这个单，看不了中秋晚会咋个办？都好了，师傅一句 ready， 请彩油门，你的面说目的地咋踩呀？哥们儿有点头疼。咱们先去见个人，我给你忍辱导航。这实在太可疑了，有点回家怕是渺茫。忘了自我介绍，叫我老兔吧。我恩琪，这后头装的啥呀？我能告诉你别着急，今天中秋，气球里是人们许的愿望。负责收集和送件，让我给你挑几个念。小学二年级的果果想要长高超过同桌，研三阳同学希望研究方向不要出错。大二王同学想打班赛把对手逐个击破，高三张同学希望今年能够。 能够封口闭过。没有微笑，怕那star。调皮听着你的心里的话，就让我们来吧。你的愿望统统实现吗？后视镜里好像有个人在晃呢。啊？你俩是真瞎还是故意的？怎么小嘴抹了蜜呢？聊天嗨了没注意呢？这是我的同事阿普，怎么大叔一会儿 rap？ 叫我阿兔，就行。你负责哪块业务？我负责收集那些充满了烟火气的愿望。 卖臭豆腐的大爷，想念地和上女儿的喜酒，一见面就迷惘。阿姨想打遍小区无敌手，男人的同事和损友全部给我统统退散。我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加10年的陪伴。将来乡下的小孩想有大口吃大的，提着小李想念的学会打鼓，成为乐队的 ace， 小情侣明天你家长，希望场面别尬住，给家里打电话让妈妈别牵肠挂肚。为了微笑，怕那star，烦恼抛在脑后别管它。 中秋不用加班，回家吃个月饼。但现在看来，机会好像已经不多了。目的地究竟在哪？你咋愣是不说呢？你没说吗？不应该是你说吗？我才刚刚上车，你怎么能就这样子甩锅呢？行吧，这个目的地很遥远，怕是让你失望。去往的地方就在你仰望的月亮之上。什么玩意儿？月亮？实在有点离谱，所以。 太好了，我终于可以回家了。啊！其实有件事很离谱，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那就是我的真实身份就是月兔。您就是传说中的兔司机。 就让我们来吧，你的愿望统统。